我是香港国际数学竞赛比赛筹委主席林子权博士。我哋今日邀请到接近800位嘅实体学生嚟到我哋呢度香港科技园进行实体比赛，亦都同一时间有大约1500网上考试嘅学生。这个比赛去到第五年啦，最主要是推动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数学交流，同时可以促进幼稚园、小学和中学的学术交流。HKIMO 是一个奥数的竞赛，奥数的竞赛着重的是不是单一的解决方法，是可以有很多的方法去解决同一条的题目，可以诱发到学生在多角度、多思考解决同一条的问题。